NBA 例行赛打得如火如荼，各位球迷除了欣赏比赛、追踪球员表现之外，想要无时无刻沉浸在篮球世界中，现在又多了一项选择。透过 NBA 最新手机游戏，化身虚拟世界的球队经理，搜集历史百大球星，打造属于自己的梦幻队伍。只要是喜欢篮球的，那么从各方面都可以去了解 NBA。那么首先从他们的球员，包括他们的各项的一个数据，包括那个他们的评分，包括每一个球队，甚至包括于说每一场比赛，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个最真实的还原，好像自己是一个篮球经理。那么从中从包括选球队开始，一直到呢选择球员，包括调整每一个球员的状态，包括调整每一个球员的属性，还有他们自己能够学习到的一些技能，那从这里面去模拟整场比赛这个过程。对篮球迷来说，真实性绝对是游戏最重要的元素。除了画面要拟真，内容甚至要和 NBA 历史搭上线，才能有最大的共鸣。包括球员之间哪些球员关系更好一点，那可能就是说是他的会有一个 buff 的争议。那可能说有某些球员身上就是关系不是特别好的，那也可能会有一些检疫。所以就是说在选择球员方面，玩家可能更需要是跟真实性挂钩。想要看咖喱小子 Stephen Curry 和小皇帝LeBron James 并肩作战，能否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拿起手机担任经理，任何梦想都能在游戏中实现。本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